我要点肉了，哎、欸，有一个牛舌叫做梦幻升天和牛舌、欸，哎，吃了会翻白眼，不知道。我要点，想要点个喝的，喝的蓝藻蜂蜜柠檬蜜，然后它是绿色，是不是很雷的感觉？他们它颜色就很特别。可以的，就是蜂蜜柠檬。它很像那种麻辣锅的味道的泡菜，哦，好厉害！虽然那些泡米员，但是大家你以为要吃泡菜，这是不一样，这是不一样，它是用麻辣锅感觉的泡菜，值得，迫切值得。可是这个我不知道，它因为它有先这样剪过之后吗？它虽然还是比较厚，可是咬下去是很容易咬断的那种，但是又有弹性。因为喜欢吃牛舌，就是喜欢它有点弹牙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要升天哦！来了，要升天，升天了吗？它吃起来 QQ 的耶，我想一下，很香。童仔鸡，就是鸡肉啊，我没有感觉它稚嫩，它就是正常的鸡肉。人家借过敏圆圆，不要别吃，只能吃瓜瓜跟菜菜还有肉肉。你瓜吃起来怎么样？很烫，很烫，很烫。我有敏感性门牙。没错，你要讲一句英文。我们现在太麻利。纽约客。Yummy，Yummy。纽约客本人的油脂会比较少，可是它这个吃起来刚好了，不要烤太熟，就是软软嫩嫩的那一种，不会很油。这个我喜欢，纽约客好吃。只要有炙烧比目鱼特远的握寿司，就一定要吃，而且一定要炙烧，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，真的。你看它，你看它吃了，它眉毛有没有起来？它眉毛垂下来了。
闭眼睛哎、欸，他变得很和蔼，他的眉毛，他被融化，你竟然变得慈眉善目哎、欸，有，他的眉毛刚调了两下，他好舒服啊。员工，怎样？好好吃哦！没有炼乳跟花生粉。可是它中间因为是年糕啊，日式年糕已经会有一点甜甜的。好喜欢哦！最喜欢的就是升天牛舌，那个我觉得很好吃。然后第二个，但我现在都还有记得的，就是那个泡菜超级好吃。再来就是年糕了。好，来探索马里，这是时代店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吃饱喝足了，可以回台北啦。没有啦，我们还有正事。什么？啊，吃丹丹？不是哦，丹丹炸米糕。不是哦，是什么？正事？不是哦。录影 是你要工作哦 ，Miki 老师一个人 OK 啦，没有，自己都可以，都有直播啊 ，Miki 配周报，所以我们就假定，然后 Miki 老师就自己偷听，然后你在旁边睡觉，你就先回去，没有，我们要认真工作，认真工作，加油，温饱困，认真工作。不用，签名的部分不用，确定吗？确定，我去问一下，不会后悔，去问一下。